啊，不是，昂首，昂首哦，解封解封，好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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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吃再吃，小鱼小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鸡梨，一样熟悉的红灯。其实这是我上支影片呱呱的隔一天，因为最近这边呱呱都很咬。然后吉米哥昨天有钓到一个我没钓过，还没开过邮票叫昂州，所以我今天又再过来是看呱呱跟红草。今天主要会以小鸡干为主，那我今天是玩阿波，对，那就让我们看看今天钓况如何喽 ，Let's go。半游动的阿波，这是一个新的玩法，玩看啦，不同的玩法。三会钓那个新的阿波哦。嗯。好、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呱呱。对啊，呱呱。哦，不是，昂首，昂首哦，解封解封，昂首。要昂州就来昂州，昂州，哦，这还不错呢。对啊，昂州，耶、yeah ，开心有票，昂州，说昂州就来昂州，耶、yeah ，对吧？哇，帅耶，昂州，呜，我要开箱，也有是不是？哦，这边也来了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。小点嘛，算了啦。好了，好了，算了，也不错啦。小点点，同时有，同时有鱼，可以。淡水真是宝库哎，什么都有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，我才发现了哦，哦，什么？小鱼。有啦。超级小花生，宇宙无敌小花生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呱呱吗？正货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很重很重。哦，又是昂头啊！又是昂头，比较大。哇、哦，这只有水哦，昂头就其实这只是比较大、啊，今天昂头大量出没哎，耶、yeah, ，来吧。好、哦、来了，应该是什么东西呢？哦，红草还呱呱，好，又是红草，也都是这个 size 的。红草，耶、yeah, ，对吧？红草，看观音山猪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不是，不是。哇！哦，有有有，不是啦，不是吧？对，呱呱，耶、yeah, ，呱呱！哎，它吃很腥哎，它没有拖下去，它在那边不，我看我飙下去一点点，我往打开开看，小呱呱，试探就被你。就被我开上来了。好，现在因为红桃都摇蛮前面的，所以我就把昨天把这没钓到的手竿的部分来试试看。我今天用的钓组是看上面，就是跟他拼了。哇、哦，肌肉哎，好神奇哦！然后用了神奇的肌肉饵，这是怎么吃？这怎么做的？肌肉啊。然后加什么？就肌肉。就撒万能饵而已、啊。哦，万能肌肉，所以它叫做万能肌肉。买鸡腿了，然后有那个鲫柳条，有没有？哦，你说那个里鸡那种？对，然后我就跟老板叫，我说你给我一条鲫柳，我要钓鱼。可以可以，这个实验家精神。哦，今天阿大力钓组啊，非常简单，你就等着看哦，红槽会不会有红槽来咬？八公竿大战红槽，来了来，再吃啊！再吃，但是小鱼再吃，哦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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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吃，小鱼，来了哦，来了，小的哦，小鱼，小黄瓜，小呱呱，超级小呱呱，哇，实验成功，
来，八公干啦，小呱呱，好小好可爱，呱呱，好啦，小呱呱，哇，可以再大一点，好啦，放你回去啦，呱呱。呱呱。好，天黑了，我也钓完了。淡水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，从我们最开始玩的豆仔乌鱼，到后来的石斑，就到你看最近这两天哇，呱呱还有红槽一堆，这边生态真的非常丰富。这鱼能不能吃就见仁见智啊，看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这样子。但拉起来是真的很爽啊，就这些根鱼啊什么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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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